石门国小与桃园市的石门国小两校拥有相同的校名，学生的互动更是相当的频繁。桃园市的石门国小特别带着近百本的图书要来送给姐妹校新北市的石门国小，希望借此可以共享教育资源，也相互提升学童的阅读能力。为了让小朋友的阅读兴趣从小养成，今天位在桃园龙潭的石门国小也来到位在新北市的石门小学，带着近百本的图书要来与同校名但位在不同县市的姐妹校的学生来交流。看着桃园石门国小的小朋友下游览车，身为地主的石门小学也非常热闹的掌声欢迎。那这一次的证书比较特别的是，桃园的石门呢，他们提供了一定的经费，然后书籍却是由我们自己的学生来票选，来选出来的书，再由学校来代理采购。所以这一次我们双方的孩子呢，都对我们阅读的那个认知跟喜爱呢，也都有所提升。据了解，这次的两校交流已经不是第一次，因为校名相同的缘故，两校不但组成共学伙伴，教学资源也相互交流，跨校的学童之间更是建立起良好的情谊。而这次证书还有个非常不一样的特色，由新北市的石门小学童票选出自己想要看的图书，之后再去添购书籍，由桃园石门国小送过来，让小朋友选择自己想看的书。那我们深信呢，阅读对孩子是有非常大的受益，所以我们借由这次城乡交流的机会，我们也选购了一些班级用书，然后希望能够跟新北石门共同分享阅读的乐趣。除了赠送图书，桃园石门国小还带来了印有石门字样的杯子以及杯垫，要来赠送给新北市石门小学的学童。而新北市石门小学则是回赠创校70年校庆的纪念 T 恤，表示感谢，希望两校的情谊能够永保长存。透过两校的实时交流，让两所石门国小的孩子在学习的道路上都能有所提升。记者许端义、廖品涵，石门采访报道。